看看新闻网。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奥运冠军叶诗文。自从叶诗文奥运游泳赛场一鸣惊人之后啊，众多场外的八卦因素就一直围绕着这个只有16岁的花季少女。近日的叶诗文也是和影坛小生窦骁拍摄了一组青春写真，共同讲述成长的话题。当16岁的叶诗文在伦敦奥运会赢得女子400米和200米个人混合泳冠军之后，这个原本青涩的花季少女在越来越多的曝光下变得沉稳起来。近日她和影视当红小生窦骁拍摄了一组名为《当青葱少年遇到花季少女》的写真，写真的背景还是在叶诗文熟悉的泳池旁，但这次她褪去了泳装，改走时尚成熟风。叶诗文本人对于这样的改变似乎一时难以适应，直呼这次化妆把她画得太成熟。而这张躺椅上的照片她也笑称太露骨。此次曝光的照片当中，叶诗文与窦骁的合影只有2张，尽管互动不多，但正是这份羞涩演绎出了美好的青春时代。有网友直呼真是看到了不一样的叶诗文，两个人还真是般配。